家己在地布袋戏团中旗哥江中剧团，去年推广布袋文化嘛不断创新，因即马阁邀请到剧场的工作者做伙来举办惊叹活动，希望会当甲当代艺术和布袋戏甲做伙继续来发展，开展新路。伫布袋戏的实验剧场内底，来自外县市的艺术表演工作者做伙体验做插画过。另一个江中剧团表示，这个实验剧场除了是因排练的所在，未来透过课程甲工作坊的规划，替在地找到地方创新的发展机会。即马有一个用使用的艺文的空间，其实伫家己是无济，所以阮用希望讲，这个空间就是用慢慢啊，用开放给大家来使用。如果这个空间若给大家来使用的时阵，大家就必须要入来乞讨。阮就用顺理成章来介绍乞讨这个所在。这个推广计划当中，除了有现代剧场的分享课程，还有安排惊叹的体验活动。计划主持人表示，乞讨对家己官来讲是一个较无受到人注意的所在。透过这个计划，希望替乞讨带来改变。这些外地的艺术家来到这个地方之后，他可以想象这个地方有怎样的一个可能性，然后透过演出去吸引让在地观众重新认识自己住在所在，亲手去接触这些文化的东西的时候，在地的一些点滴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真的是开始认识这个地方，而不是它就不是只是个空间，不就是一个老乡镇，它就是开始的它的故事跟它的历史就慢慢的浮现出来。当一个江中剧团基础在地剧团应该要跟在地有连结，在连结的过程当中，中心就是在这片土地，不但记录地方的历史，也带动文化的传承和产业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